在江湖中长棋，在江湖中快乐。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我是慧卿。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第26届晚报杯决赛的一盘棋，由我对王琛。晚报杯被大家誉为全国业余第一大赛，应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比赛之一。而晚报杯于2009年进行改制以后，分为两个组，每组的前两名进行交叉半决赛。在半决赛中，我和王琛分别战胜了对手，顺利会师决赛。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实战，来看一下这一盘决赛谱。这盘我猜到了黑棋，在当时其实我和王琛都已经是比较喜欢下白棋，黑棋都觉得比较难下，因为双方都知根知底，平时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平时都在上海，很熟悉双方下什么布局，会有什么布局套路，尤其是黑棋的，大家都十分的了解。因此我这个错小目布局是我当时非常喜欢的一个布局，而王琛马上就打破了黑棋的意图，挂走这个。按照以往的实战，这步大飞非常的少见，一般来说高挂多一点，而高挂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拖或者选择尖，拖的变化就比较常见一点。当时最多见的变化是这样，白棋粘，走，白拆，接，白走，这个是当时非常常见的，也有拆低的。现在棋可能有的时候白棋会走这个，黑棋走这个，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布局套路。白棋，黑棋在尖顶，然后白棋脱先，想飞守个角或者高挂一个都有。这应该说黑棋的下法是比较喜欢实地的，而白棋速度比较快。另外现在棋在这个黑棋不走不占空角，两间高加是三间高加都有，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些变化。三间高加以后，白棋有可能会占空角，也有可能会继续走，往这猜一也是有的，所以这一代变化还是很多。而现在阿法狗出来以后，越来越多人选择了这样一个变化，然后他认为你这次不一定便宜，你占完空角这几下交换白棋不一定便宜，有可能是亏了。所以这个尖底出来，如果白棋走这个局部应该说是白棋还可以，但从全局的角度讲，黑棋多占了一个空角，那黑棋也可以满意。但他当时往这方面想的比较少，一般来说都觉得单飞的话不太好，单飞白棋走这个再尖顶的话白棋就不可能长了，白棋可能就快速的展开，黑棋的布局速度有点慢。但在当时大家说到觉得尖顶被白棋立二拆三，这是我们从小学棋时都被老师教育为这个棋形是白棋有利，所以一般很少往这方面想，但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可以这么操作。实际上这个走这个135这个布局，我们如果白棋高挂黑棋小尖，这被称之为秀策流，当时据说是本因坊秀策下这套黑布局胜率非常的高，但当时和那个日本围棋这个制度当时不贴目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像这样不贴目的话，黑棋又坚实而且空又不少，确实很容易赢。但现在的围棋已经是对这个做了很大的变革，还是有人小尖，但接下来变化就完全不同了。白棋拖的话，黑棋一般就是往这走而不是往这走，如果搬了一虎，大家一般认为被白棋开拆个或拆这个或拆这个都可以，由于黑棋如果走一个白棋自补一个，这样的话都一般认为白棋比较舒服一点，把局面打散了。黑棋这手棋的效率不高，也有直接走这的也可以保留这一带的变化。所以一般来说白棋拖三三，现在黑棋基本上都是往这走，往这走的意思就是把角的实地放弃，但也要强调这手尖棋的价值以及全局的速度。接下来白棋有两种下法，一种是搬，黑棋走爬搬，按照老定式的话白棋都是断的，黑棋长白棋立，但随后大家发现这个断跟黑棋长交换白棋不便宜，将来黑棋这小尖啊或者拆一啊让白棋很头疼。白棋所以现在渐渐改为单立，他意思就是我不怕你粘。黑棋如果再退的话，那白棋加这个子的位置比这个加的位置比断要好不少，这里的尖用少很多，因为将来在这里战斗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这里给黑棋留有借用的话，多多少少白棋在右边发不出力，所以黑棋如果粘的话未必有力，
白棋就走这个搬，走，白棋退也可以，连搬也可以，连搬经常有可能会下成这样的一个图。所以白棋这一跳非常大，如果白棋缓缓的一打吃被黑棋一挡，那这块空黑棋效率太高，这手棋的价值太大。白棋一跳，黑棋如果拐的话，白棋再一跳，这棋黑棋也未必好。另外白棋也有这个，黑棋大致走这个，所以白棋也可以不走，这也不一定有布局，是不一定有一手棋的价值。所以黑棋在这个局部往往就脱先了，比如说守个无忧角把这个放着，将来白棋搬起这手棋的价值也非常大，黑棋也保留着跳、长、粘三个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下法就是白棋顶，黑棋一退，白棋虎，但这个一般认为黑棋拆了，白棋速度有点慢，目数的角度上不如这个，而且对黑棋的威胁程度上不如这个，所以相对来说白棋搬更常见一点，而顶少见一点。但关键的是黑棋这棋现在是搬的速下法比较少，一般还在抢边，边的价值大于这角上的价值。另外白棋有的时候不愿意被黑棋走到这，是先拆这个也是有的。随后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按照我们以前刚刚学棋，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的一种围棋理论，先拆边的一方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书上讲黑棋飞，白棋走这个，走这个长走，本身你应该猜这里，而实战你往这拆还要多花一手棋再补回，这样的话白棋效率低。但现在的围棋已经完全不这么理解，首先如果下成这样一个定式的话，黑棋吃亏太多太多，几乎没有人愿意下这样一个定式。其次白棋这两手棋绝对还是有一手棋价值，往这里多拆一点对黑棋这手棋的限制很大，所以下成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是白棋满意。当然下法在这一带我们也独创了一些自己的下法，最普通的黑棋是拖这个，走这个长粘拆一，最普通的是这个，然后觉得这样的话跟那个大同小异，白就拆一个。尽管黑棋没有不满道理，但在布局的一些想法和创新程度上就减少了。随后我们几个，尤其是当时我特别喜欢下这个布局，所以我开发了这个打入的一个下法，这在棋谱上比较少见，看上去像送死，然后被我们的几个朋友们称之为这个叫测智商，看看白棋的智商高不高。据说是智商最高的应该是白棋跳这个，黑棋飞，白棋小尖，黑棋拆二，白棋飞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定型，大致两分。白棋这里这个结构非常像个碉堡一样，堡垒一样，非常的满意，棋形都很舒展，而黑棋就获得速度，黑棋布局的速度优势很明显，我觉得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然后据说智商一般高的是下这个，当然这些都是开玩笑啊，这个有的时候只是对这个不熟悉而已。走这个的话黑棋就小尖，走这个拆一，这个的黑棋白棋一飞的话，将来黑棋还能搬粘，这黑棋实地非常的满意。精心手割一下是这样，这个图我觉得跟这个图还是明显区别，黑棋能尖到一下实地上好不少。随后黑棋点和白棋尖的交换应该是黑棋便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黑棋这个搬粘先手价值还非常大，所以这个图我认为是黑棋好。另外据说是最不是棋的一个下法就拖这个，那黑棋搬了一度，白棋这个子的价值就变小了。所以综上所述，黑棋这个打入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推荐的一手棋。当然王琛因为我们之间互相非常了解，他对这些变化也都知道，也会知道我估计会打入这个，他也认为这个打入是黑棋比较可下的一个下法，所以在赛前他肯定也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假如下白棋会怎么下，实战他就亮招了大飞挂。在我印象中这个大飞挂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我们平时摆棋或者在那个就他的对局中或在我的对局中是都没有见过的。随后这棋因为他临时也有了一个变化，我也没有做过多的准备，就小尖，白棋走这个，黑棋走这个，这几乎是必然，然后白棋一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判断跟原来一个基本型的一个差别，本身是这样的，
而现在是这样的，从实地的角度讲，无疑白棋这样更好一点，因为黑棋少了一个拆一，而且对这个边上影响也更多一点。将来白棋有可能就往这一带走棋，而黑棋如果有铁头的话，这一带的价值就变小了，白棋往这一带下棋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且这个子的位置就更好了。但白棋的缺陷是这里有些薄位，这里有些薄，黑棋不像这样，不像这里多一个子的话，这里打入都不存在了。这下宝，实际上我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然后确实我下棋也，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棋中，我比较喜欢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个下法。随后我想，你这里给我来了一招，我得还你一招，实际上我就打入。但这步打入从实战的结果看，想法是很不错，但平时确实对于这块根本没有研究，在这样的大赛决赛上使出这一手，确实非常冒险。白棋干，黑棋再点。这两手棋还是过于一厢情愿，或者说是有点低估王琛的一个作战力了。当时以为白棋以王琛平时的棋风，白棋很有可能会虎一个让我挡下，那实际上看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王琛的计算力其实还是相当可以，只是他不太爱杀而已。白棋实际上最希望的是走这个，走这个的话我觉得黑棋都已经快中盘胜了，黑棋先搬一下也可以，走这个黑棋再搬。在前几次的节目中我们也讲过这个手法非常犀利，白棋如果断的话黑棋打出来贴，这是当时的一个构想，想如果白棋继续走的话黑棋打吃，这个白棋已经崩了，如果白棋想勉强抵抗的话只能加加，黑棋就走这个，然后再一断，这个白棋也没法看了，如果走这个黑棋还能翻出来打吃，因为是黑棋的绝先，随后白棋还不能吃这个，吃这个黑棋还能粘，只能往这吃，走这个白打吃，黑就算这样打住的话白棋已经完全不满，所以这样的话就已经不是王琛了。这两手棋从实战结果看多多少少有些轻率，实际上白棋贴好棋，那如果现在的角度黑棋如果再搬出来，那这棋就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黑棋如果打吃白棋跑，黑棋长，白就把这个抠了，这个白棋只需要简单的度过，这毫无疑问黑棋这不叫一朵花，这是一块孤棋，而且被白棋每个子都在位置上，而且这里黑棋巨损，把白棋撞到铁板一块，黑棋这里得到的棋也就是一块孤棋，很容易被上边和这块缠绕攻击，所以这个和刚才往下面走的话那个图是完全不一样的。白这个贴是好棋，非常严厉的反击，黑这时直接下的话白就长一个或者搬一个，黑棋都很苍白，这棋都没有走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所以顿时在布局时候由于这两手过于轻率过于冒险，有的时候出其制意出其制胜的一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但如果平时没有做过多的研究，因为对手实力也是比较强，而且在决赛的这种舞台上像这样下法确实不可取的，实际上走这个白棋爬只能先把这个下后，但白棋实际上非常冷静，就跟着你下看你这出招，这是黑棋反而把白棋跳完以后上边黑棋毫无疑问已经损了，但这里如果一旦拿不出招的话那这棋无疑损失更大，现在这棋黑棋处于非常两难的一个境地，从道上黑棋走这个白棋会继续贴，这个会黑棋会被越贴越重，白棋就走这个，黑棋如果跟着跑白就把这里看清了，就算把你贴出来甚至白棋就飞过都可以接受，如果搬的话白就算拐过那这里的招法就已经没有了，实际上黑棋咬咬牙只能贴下，这是王琛处理很简明，白走这个黑棋搬，实际上白就轻描淡写一虎，这棋其实黑棋已经陷入了难局，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黑棋要度过的话无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这个，但这个的话白棋假设就一虎，黑棋将来这个搬出的严厉性大大减少，因为白棋断是先手，黑棋这要补棋，补棋的话这里轮白棋先动手，白棋有一百种吃黑棋的方法，如果虎这个的话尽管这个搬出严厉性增加了，但将来被白棋一猴黑棋这里会产生问题，如果走这个的话白棋就可以先手把黑棋外面给断了，
这个是黑棋所接受不了。但如果小尖的话，这已经是实在是太痛苦了。白棋将来冲完，一方面还有挤的可能性，另外白棋一走的话，黑棋这一个眼都没有，整块棋有可能都是不活的。况且白棋飞又是绝对先手，这个的话黑棋同样不能接受。而且在这个局部，如果是假设想想被白棋一虎的话，这里黑棋亏了，这也亏了，全局黑棋几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实在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反击，走。白棋搬，黑棋粘，白棋虎。这时黑棋已经是又处于一个两难境地。首先，这个粘上的价值非常非常大，但被白棋粘上的话，黑棋就破了白棋一点空，而把自己全局都下薄了。所以，实战弃和的角度也要把这个冲出。但白棋一断，这个转换无疑来说，黑棋亏损很多。实战黑棋打吃，应该说下的布局时候下成这样的话，应该在决赛的舞台上应该是非常少见的，大家都会下比较谨慎。而实战下成这样的话，应该说还多多少少是因为打路和这个尖冲两个棋过于轻率造成的。所以这个其实跟这次比赛的一个背景也有关系。我和王琛应该说平时也比较熟悉，而这次晚报杯其实也都是代表了上海新民晚报队。在小组赛，小组赛是11轮，因为小组赛的成绩至关重要，因为有非常，但是有关个人，而且是有关团体。我和王琛的状态都非常好，我是直接在 A 组是以11连胜的成绩出现，而王琛是在 B 组，他其实状态也非常好，先是7连胜，随后第八盘棋他出现了一个意外，他是在一个打劫的时候忘了找劫，然后本来是他赢很多次，打劫的时候忘了找劫，白亏一个劫，最后是盘面五目他白起，他以为赢了。但按照中国规则，没有找劫提劫的话，非但停一手，还要被罚一子，罚一子全盘就少了一个子，变成了收后的变化，也有关系。黑棋盘面五目就能赢了，所以他这盘棋输完半目以后才终止了连胜。随后最后一盘是在出现无关紧要的情况下就负于对手，但依然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然后我们两个小组第一也已经创下了一个晚报杯的记录吧，我们团体以领先第二名非常大的优势已经是夺得了晚报杯的团体冠军。但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又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一方面我肯定是特别想拿那个13连胜，因为这是在晚报杯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王琛肯定也是觉得自己状态也是非常好，大家状态都好的时候想这样来下一盘棋，这个本身对新民晚报来说或者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就在落实到具体招法中，状态好肯定是一回事，状态好的一把双刃剑吧，双面性，就是很容易就下出一些大胆的招法，觉得自己状态好什么棋都敢下，所以布局的时候就做了这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直接导致这盘棋显得就是非常的被动。所以其实这个状态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棋手作为棋手其实只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我自己状态不错，感觉我很有信心，但落实到棋盘上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其实谁都无法控制。像这盘棋状态好反而变成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导致了一个轻率。所以状态还是要珍惜，其实你连胜越多输棋的概率就越大，马晓春老师早就说了这样一句名言。好，我们回到棋盘上，晚报杯决赛毕竟下到这样程度，不能下到这样就自暴自弃，所以尽管落后还是要默默追赶。白棋然走这个，黑棋爬，白棋跳，按现在角度讲我很难想象后面两手棋下的是实在太有问题了，肯定是由于一开始上来以后一击未中，感觉就被对手打了一记闷棍，然后后面两手棋实在是太没有大局观了。我先来实在都不好意思摆，实际上我是挖了这个打吃粘住，白棋小飞，黑棋把这个子吃下，先把实控拿住。其实我觉得只能用心态来解释，当然觉得这棋已经损失很多了，我这棋如果一旦攻击再落空的话，那这棋就没法下了。但其实完全不如此，这棋黑棋完全可以动点脑筋。首先黑棋很有心情在这一攻，当时我在和后面大家几位朋友的复盘的时候，其实很多棋手认为这棋你既然往这下，这当然应该是往这一攻。
然后我当时是担心白棋一旦跑出以后，黑棋地不足。但实际上，黑棋如果攻一攻的话，白棋未必如此，未必敢这么下。而且这手棋的价值也不比这里小，这里棋吃了也就是20目棋左右，而这一带的价值丝毫不小。而且要吃的话，后面我和王琛在摆这盘棋的时候，他觉得我这手棋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他觉得要吃的话，黑棋也应该点，白棋粘黑小尖。这样的话白棋就中了，白棋只能大致拆一个，黑棋再逼住也好，手脚也好，比实战要强很多。实战黑棋这挖粘过于沉稳，白棋这一小飞以后，黑棋吃这步也有问题，黑棋这棋只能不走了，守个角或者再加，要整体对它进行一个攻击，甚至我觉得在这点都要比实战要好一点。实战吃这个尽管稳健吃住目数，白棋这里特别清零，随后再一高挂，黑棋又没有好的下法，黑棋走这个肯定白棋随便走一走，这里下边不是价值大的地方，由于白棋这已经把黑棋模样全限制住了，这几下交换白棋得利甚多，实际上黑棋只能再拿实地，白棋走，黑棋粘，白棋粘，黑棋拆一，白棋再往高拆，这棋黑棋怎么说呢，几乎已经是下不动了，这个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两下，一下来上次过于冒进，而在冒进以后接到一闷棍以后又感觉过于保守。所以之前确实我也承认这之前的12盘棋连胜12盘确实状态很好，而且下的内容啊计算方面失误也很少。正是因为觉得自己状态好，所以在布局时候过于轻率。下棋这盘棋我印象中下棋速度也非常快。还是多多少少没有保持一颗平常心，觉得自己状态好，其实控制自己的状态好也是一个平常心的一部分。走到这样的时候，其实局面已经是黑棋很困难了，因为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从实地的角度，黑棋这15目棋，这里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8 29 33 13 34 36，36就全局黑棋50目左右的实地就再也不会动了。白棋这一带15目肯定有，就算这里的基本控10 20 25 40一个空角，再加这里的潜力，这黑棋感觉要输到马来西亚去了，就输到不知道哪去了这棋。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其实下到这个局面，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形势已非，想拼了，但在这个时候拼搏又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实战我那个拼法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策略。这次黑棋只能是飞一个慢慢下，这样的话还有机会，这手飞的价值太大太大，而且本手就应该飞一个。王琛也是觉得实战我们后面摆棋啊，包括邵光老师啊、王琛啊、刘一啊，他们都觉得这盘棋下到这个位置，尤其我黑棋实战又往这里开始下棋，下的真的是大师水准。白棋一团，黑棋打吃，实际上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想在这里产生点味道，纠缠住整块白棋，不让白棋有，最好是能把将来贴回，再一虎把白棋给逼回去，通过纠缠这块白棋把这块棋处理好，依然和这个打入了再尖冲这个下法一样，想法很美好，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能这么操作。白棋先把这个给收了，你不能指望白棋这么软走这个，一起跳。其实下到这个时候还是对王琛的一个风格有些错误的一个解读，因为在我印象中他的棋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所以想把棋下得狠一点，但现实并非如此，他这个该狠的地方他计算力是绝对没有问题，该狠的地方一定会狠。然后点黑棋实在没办法，只能继续在错误的，已经是在错误的情况下，我总不见先把这里损完一堆以后再走这个，那被白吃了，这几下明显亏了，实际上就硬着头皮也上了，冲了一走。但冲完一走以后，王琛想了一会儿以后，这一贴这个太严厉，这瞬间黑棋已经处于崩盘的境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黑棋黑棋的理想图是想把白棋逼回去，因为走这个的话将来黑棋在脚上留有余位，黑棋断以后走这个想把白棋逼回去，然后黑棋可以很舒服的走这个，逼着白棋再回去，黑棋再一飞，这样的话确实我也承认比单飞肯定要好，因为黑棋虎到一下飞一个，而且脚里交换不亏，将来完全有可能纠缠这样的这块白棋。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确实黑棋有望逆转前面布局的落后。但实际上白遭到白棋一反击以后，黑棋只能用雪上加霜来形容。这黑棋拿白棋没有办法，如果断长，白断了一长，白棋断也好，扳也好，黑棋都已经受不了了。扳的话走这个，白棋就算跳一个，或者就算把这个补回，这黑棋走了半天什么意思呢？把自己全送死了，黑棋只能再断，然后再把上边给卖了，跑这块就那边卖了，那肯定不行。黑棋断了长，看上去很给力，加上脚上有小尖这样手法，但白棋只要轻描淡写一断，黑棋依然不行。所以这个图黑棋实在想了半天，只能隐忍，只能往这走。如果走这个先被白棋一扳，黑棋也受不了。黑棋这个想法就是这一串黑棋的一个构思，全部是基于白棋会退让的情况下，但没有注意到白棋这个贴的反击如此严厉。实战黑棋想一想，算了半天，觉得没办法，只能走这个。当然白棋这个时候不能断，断的话就有点上当了。断的话黑棋断这个好手，千万别断这个，断这个的话完了，这个白棋只要一猴出去，黑棋只有三棋，白棋下面四棋，眼见不行。断这个黑棋有机会搅一搅，提长，白棋假设跳一个，黑棋有扑了扑的手法，这样的话就比较乱，黑棋有一定的机会。再提劫，当然白棋不能粘，粘的话被黑棋一小尖，白棋完了。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是有一定机会的，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可以提两下然后再爬出去，这样的话战斗白棋也并没有把握，况且黑棋可以先冲了打吃，有这样的一个下法。所以王琛肯定觉得，当时也觉得形势已经是白棋明显优势，他选择很简明的扳，黑棋虎，白棋打吃，粘住，走完以后白棋悠悠然一补，就等于发生些什么事呢？等于白棋这三手棋和黑棋三手棋的交换，这三手棋交换，感觉黑棋每手棋都亏了一个天目以上。白棋把棋都走在外面，而黑棋走在单关的地方，局面至此应该说是黑棋是绝对的雪下加霜。黑棋打吃，走，胡补，所以白棋就把这咔嚓一断，把这补干净。这黑棋很困难，这个打劫概率非常非常小，把黑棋阻度的概率就目前来看非常小，就算打赢了黑棋也粘不回去，这个劫白棋提了提，黑棋就全死了。所以走了半天，黑棋就等于平白无故把自己一块本来黑棋飞一个很轻灵的一块棋，把自己下特别重，而且白棋的势力都已经起来了，已经到了这一线，本来只是在三线都不到，而现在已经跑到了六线。下到这样的时候，黑棋这块孤棋又重，按照本手这次黑棋只能补一个，补一个白棋，但白棋在这一尖，黑棋这棋已经是输的，真的叫输飞了。我们讲黑棋就50目，这里加了不到5目棋，55，然后白棋呢15，这里就算全部最小范围8 90 15 21 23 25，这块加这块40，然后黑棋全就55，白棋这里50已经有了，白棋赢的是这一块空，而和这里的发展，这样的话那这棋就已经没法看了，是让黑棋顽强点33。白棋这个选择又是值得学习的一个手法，看去挡脚的方向错误，但实际上是王琛一流的注视实地的好手。再一连扳，他希望我吃这个，黑棋如果吃这个的话，那显然白这些子的位置都很舒服，黑这块就吃了还不活，为了做活只能贴着继续损，白棋就跟着下就可以，白就跟着让黑棋下，黑棋这次总要补，如果假设黑棋在这一步，白再拆一个，就把这里的空转到，依然是白棋胜势。其实这是说胜势已经是毫不为过，黑棋走了，白棋搬了一搬，确实又是一个很好的手法，但作为黑棋来讲没有办法，只能搬这个，这明显要胜于挡这边再扳了连扳这个，这黑棋既有可能会选择扳断，也有可能吃也比实战要好很多。
应该说局面至此，王琛在这盘棋下到这个时候，应该说这盘棋的表现应该是完美的。现在黑棋就是到处需要下棋，首先这块棋肯定需要补，加上被白棋一长，这块棋简直被攻的应该是非常惨，本手这个时候只能补，但白棋补一个的话，白把这个一挡，感觉黑棋这棋已经是没有任何争胜的机会了。这一挡完以后，这块白棋二十目肯定有，黑棋依然是五十五目，再加一点可能也就六十目棋，最多点六十了，二十二十五、二七、八九、三十五、三十六、四六、七八九、五十五、七八九、六十六、一六二，白棋有七十。这棋黑棋就算这里围的再多，这棋要盘面能赢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实战咬咬牙把这个飞了，这里也欠棋，这里也欠棋的话把这个飞了，但这可能是唯一能够争胜的一手，绝对不是当前局面下从冷静判断的话，绝对不是当前局面下最好的一手，但确实是最有希望制造混乱的一手。白实战很冷静，先把这长了，先点一下，再把这长了，一粘，白棋一飞，黑棋一跳，就强行把局面先给拉住。但这种像优势下的王琛的这种数着目下棋是王琛的一个技术特点，他下的很清楚，一跳，把这块空张起来。黑棋依然胜机很渺茫，实战黑棋开始搅，黑棋走这个搬，白棋搬，黑棋搬一个适应手好棋。这时我觉得下到后面这个飞以后，我觉得黑棋才刚刚进入到状态，前半盘真的只能用不知所云来形容，就是就别人说是什么张弛有度，而这盘棋黑棋是真的叫张弛无度，该张的时候却去守了，而该那个开始要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又去拼命了，结果两个地方都明显亏损，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开始过于草率，把局面一落后的比较多了，这次就容易产生一些偏差。实际上黑棋搬主要麻一下白棋，看白棋走哪，白棋如果吃这个的话，黑棋有可能就慢慢跟你下，我随时保持着这个打劫的可能性，随时我保持着可能性，我很有可能就围绕着，比如说我走这个来给你做点文章，你走这个的话我就搬断，黑棋可以甚至可以把这下都挤掉，然后再一断，甚至我直接扑劫都可以，这个白棋有点吃不消，请注意这一定要是这个搬完以后两个搬都要走着，否则的话这个的严厉性就大大减少，如果是这样扑劫的话打吃，白棋很有可能就将来就直接把这个劫给粘上，其实你也没什么，当然这要联络的情况下，就算脱先也差不少，黑棋没有办法一手棋消到这，也只能提这个，这个劫白棋要轻很多，而如果没有这个扳的话，这也是同样道理，黑棋假设单扳，白棋吃，黑棋打吃，提提，将来打赢劫也只能粘上，而没有办法把提到这里，所以扳和扳缺一不可。当然这扳本身是有点损的，基于这个考虑，白棋实际上是粘了这个，当然这次我也有我的道理，就走这个，为什么愿意先损这一下，也有可能也有棋友说你可以先扳这个，白走这再扳这个，但扳再扳这个的话白棋肯定脱先了，我当时觉得他就是跳尖一个或甚至跳一个，这次白棋都赢得很简明，这样下有一个好处是尽管走成这样的话，脚上我留有余位，这黑棋目数上追上不少，脚上黑棋有断，这是有一个局部的好手，再一拖，请注意一定要是断完再拖，如果单拖的话白棋一团这被直接被打死了，而断到一下断，现在因为白棋没有子的话白棋显然不能贴这，没有子的话白棋如果团黑棋走这个，白棋打吃，黑棋粘，这个断就非常自豪了，就这样断的话黑棋长了一棋，所以白棋只能走这个，这脚上有一个怪劫，有一个打劫，所以在目数上讲这个黑棋追黑很多，当然王琛也看到了这个图，他在这里自补，黑小尖，这不补的话白棋扑了就扑
扑了，再一打吃，黑棋粘上，白棋一跳，黑棋就全死了。黑棋只能小尖补回，黑棋别人走这个，走这个被白棋提一下还先手，白先扑了一下，一小尖。实战白棋一小尖，王琛的棋形确实非常厉害，又掌握的非常好。在这个局部的一个得失是白棋黑棋得到了目数方面的一个追上，目数方面确实追赶上了不少。在这一局部下完以后，包括这个一拖，但现在如果从全局的厚薄程度讲又被拉开了，这次黑棋实在太苦了。这次甚至我觉得如果白棋真的要吃黑棋，黑棋都有点危险。先没办法，先把局面蹭住，来走，粘，白棋接。这个白棋也不能被黑，切勿着急，着急要被黑棋一靠，白棋再补回去的话，那这个瞬间就逆转了。先把这个走住，让黑棋跑，粘。实战这时白棋面临一个抉择，到底是收控呢，还是战斗？战斗的话，感觉往这，对吧？收控的话，小尖一个收控或者跳一个。那这个时候该收控该战斗，怎么样来判断呢？首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我跟棋友推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形势判断。你只有把目点清了，才能知道下一步的战术是怎么样。黑棋这里四目，这两块20、21、32、33、36、37、38、39、40、41、42、43、45、50、55、56、57，黑棋全局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60目。这个劫其实是对白棋有利，白棋打了挡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我们点成12、34、56、7、12、35、16、7、29、33、33、38、39、4、46，再加这55目。如果白棋尖住的话有65目，但黑棋这有个劫。但现在这个劫的话，由于整块大龙不活的话，黑棋显然没有空，黑棋估计只能往这跑。所以即使白棋最老实打是挡，应该说这次黑棋盘面要赢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黑棋很有可能就接下来就要往这里进行敢死队的拼搏了。这次尽管还并不是说一定输，但这次对于黑棋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实战王琛肯定是判断觉得这里本身就有价值，而且他拐是先手，他就先走，继续想缠住黑棋。他认为这块棋我眼型还是非常丰富的，我没有必要怕。但实战这棋就此开，这步飞点开始，渐渐的局面开始混乱了。白棋虎，这棋其实白棋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就把就地做活，就甚至单提一个就地做活好。虎一个有点不知所云，虎完以后黑棋还是又冲了一段，黑棋搬。他觉得这里开始味道有点不好了，开始先追究黑棋，还是下得太狠了。实际上黑棋反扳好棋，这个开始这一记对于王琛来说可能也是一记出乎意料的重拳。白棋打吃，黑棋提，白棋走，黑棋实战反攻倒算冲断。我们棋谚有云，断棋从断处生，在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断完以后白棋就特别麻，白棋走这个的话随时要防着黑棋扑劫的可能性，因为这一带黑棋是有劫材的。实际上白棋想了想就只能走这个，把这个毛病给补了。那这一带等于下了半天以后白棋白白被这个黑棋给切断了，这个无论从厚薄目数来讲相差真的太多了。所以白棋先管，因为怕他这个黑棋打了一提跟你全部转化都有可能。如果白棋先补活的话，黑棋有可能就跟你这个拼了，走这然后看你杀你这块，就是要杀你这块，完全有这样的可能。他下的还是很走这一挡，但在这个时候这一旦由于白棋虎和这个粘这两手棋的一个就过于一厢情愿吧，这个虎以后他的理想图是粘我补他再连回，这样的话白棋也赢得很清楚，但没有注意到黑棋有反扳的好手，这一反扳以后局面就彻底的大乱。虽然说这棋还没有完全逆转，但这棋已经是有点看不清了。粘以后白棋大龙还不活，这被粘住一下这目数出去太多，如果白棋假设在这长，黑棋要逼着白棋做活，这来再被黑棋一打，这里面棋什么棋都没有，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实在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王琛
这词，它词的胜负感还非常强的，硬是打、粘、提，想把黑棋给逼回去。这一进一出，感觉要差5目棋以上。黑棋如果自补的话，尽管有收获，但收获这里还不足以制胜。白棋只要连扳着，把这棋连连上，甚至这里重轻的处理一下，甚至跳一个，这棋依然白棋要赢。但实战黑棋就是咬着牙拼，就先把这个给打入了。意思这个你打吃，我承认你我接不上了。就比如说他这个扳粘，黑棋一团，这白棋如果真的要打吃的话，黑棋不一定敢接，5个子估计要掉。但你现在敢不敢打也是个问题，因为打完以后你局部脚上就已经死了。这个对于白棋来说也是一个怎么样下也很难说。你如果时机不成熟或劫材不够的话，打上去黑棋有可能会跟你粘。但如果你先把这边损的话，你后手吃5个也就是一个官子，这里你已经腾不出手了。所以黑棋这打入也是拼搏的一手，这里5个子很有可能会掉。白棋搬了想吃的话肯定能吃，粘，就比如这样一个图再搬，黑棋点，白棋什么再搬这个，要吃你的话我肯定能吃。但黑棋先也不管了，黑棋可能也有可能是跟你走这个劫，保留着第一跟你打劫的可能性，第二我就弃子，就让你吃五个，就比如说我这就让你吃五个，让你后手吃五个也是很正常。但你这里该我动手的话，那你也受不了。所以黑棋这一抢攻以后，局面更加混乱。白棋没办法，也只能，现在也只能开始来了，急。白棋一飞，也这棋已经是如果往这一走的话，已经这棋已经 hold 不住了。走这黑棋一长，白棋如果打吃的话，黑棋就吃，冲，这白棋太危险了。非但这个下面目数就没了，而且全局这个有死活问题，这。实际上王春一看这局势不对，也只能跳看不清的下。但这时黑棋开始了追求解明了，黑棋一挡，白棋一拖，黑棋一走。黑棋现在很简单，反正就挑最狠的下。实际上白棋经过长考以后选择这样，但黑棋这个实战冷静下来以后，把这黑棋一粘，白棋一走，黑棋一断，白棋一团，形成了一个转换。尽管白棋吃了黑棋十来目，但无疑黑棋收获更大。黑棋把白棋这块全吃了，那这样的话，白棋一下子有些受不了了。现在就算光吃五个，这棋也不一定够。黑棋一团。现在吃五个的话，黑棋有可能就把这个给跳了。这样的话，白棋已经不够了，因为这两个转化亏太多。白棋实在只能开始搅了，走这个，打吃，黑棋粘，来走这个，黑棋靠。这感觉黑棋收获了4、5、6、10、22、23、24、26、27，30多目棋，35目棋，而白棋只吃了10目和留下一个这样的官子，我感觉也就是20来目棋。关键黑棋这两手棋有价值，把白棋这里的目数给消除限制了。白棋走这个，打吃，一粘。白棋想想没办法，如果这被黑棋再点方的话，这棋控已经不够了，先把这撑住，连这吃五个的时间都没有。黑棋其实这是虎一个，应该说形势已经还可以了，但无疑这时候黑棋已经越战越勇了。实际上黑棋挖，想问白棋，你这给我2目棋，白棋如果吃这个的话，就黑棋无疑便宜了这2目棋，本身只能冲了粘。实际上白棋觉得形势不利，只能走这个，黑棋一断。制造出了好几枚劫材以后，黑棋反攻倒算，开始追究白棋脚上了。这个劫对白棋来说，应该说是非常的重。打吃，这应该说白棋已经是很困难了。实战白棋长，
这也是王琛一部很有胜负感的一手。黑棋如果提的话，被白棋冲了，白棋单爬，黑棋很难受。你如果粘的话，这里目数已经亏了不少。将来我们可以说是白棋是大飞，黑棋只能靠住。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差了多少目。黑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十十一目棋，黑棋下了将近十一目棋，这是白来的十一目棋，就对后手二十二目。而这个劫的价值其实也就是三十目棋左右，包括这五个子啊，最多也就三十目。关键你劫还没打赢，这里还就给黑棋吃多了一堆劫残。如果虎的话，白棋将来走了再一急，黑棋很痛苦，黑棋这个棋形很难受。不走的话，白棋有贴的一手。走全部就被收进去，而且劫材也很多，这里白棋的劫材小很多，所以这步棋先长非常机敏。长完以后，王琛想一想，这棋也开始拼了，打吃粘吃。黑棋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劫是一个什么样的劫。如果一旦白棋打赢了的话，这里面有没有棋，白最狠的可能是扳，黑棋肯定要点，随后白棋一路扳是好手。黑棋粘的话，这棋太危险了，这个被白棋一爬，这黑棋感觉完了，黑只能吃这个。吃这个的话，白棋一挖可以把黑棋这一串留下，后手可以吃这个，吃十个子十一个子，有一个这样的手段。但作为黑棋来讲，这个就等于黑棋付出的代价，被打完结以后黑棋多付出五个子的代价，就等于黑棋找的劫材一定要大于这一串，这样黑棋不亏。否则的话，黑棋就等于打着打着要见机行事把这次补回去。理清楚这个思路以后，那这个劫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找了。黑棋先提劫，白棋冲，黑棋只要找的价值比这一块大就可以了，这个打吃毫无疑问是劫材。白棋跑，黑棋提，白棋断，黑棋提，白棋提，黑棋跑，这都是绝对的劫材。黑棋长，白棋立，你看现在打的都很简单。黑棋吃，黑棋不肯扑，因为当时实战的一个构思觉得目数还可以，稍微便宜一点就打算直接把这棋给补回去，打是不肯扑这个找损劫。就黑棋这种不一定是劫，其他几乎都是劫材。白棋再扑，那白棋先没扑，白棋是先扳，黑棋粘，白棋提。其实这扳一下就有点损，将来这里黑棋如果真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劫材了，这个因为已经是后手了。黑棋打吃，打吃，因为这里吃到如果吃的话，五六七八九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六二十七，有三十七目，而白棋这挖死就是二十目，这个黑棋也是明显得利了，二十目再加一块二十五目棋最多了。实际上白棋想一想，这可能只能粘，黑棋提，白棋这扑是最后一枚劫材，黑棋提，白棋提，黑棋就一冲，这是白棋，这个也肯定是，这被一扳的话，就算白棋消了。白削了黑棋一扳，白棋挖就互相转换，这肯定也不行，白棋只能后手吃。好，一旦如果这只能忍两下的话，黑就把这个补回，这里白棋黑棋便宜的已经足够多了，所以冲的时候白棋就开始搅，因为大家也读秒了，他就想搅一下，但是让黑棋一立，这个劫就已经成为无忧劫，这棋也是白棋找头场的一个下法。至此这棋从客观上分析，这盘棋应该说是白棋输的挺可惜的，因为尤其布局的阶段白棋优势非常非常大。而黑棋值得总结的是前半盘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尤其是布局的时候觉得自己状态好，什么棋都敢下，这本身是好事，结果由于过于轻率反而导致了变成了坏事。而在后面张弛有度的过程中也没有控制好，迟迟没有转到一个比赛尤其是决赛的一个状态。首先是在这边左边过于稳健，而在这边又过于激进，直到最后是觉得这棋形势已经落后非常多了，开始放开拼的时候，才渐渐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比赛态度和比赛的一个状态。而作为白棋来说，白棋一个这里
而且在这里一个虎和一个接住这两手棋直接导致一个局面的混乱，而导致局面混乱以后，这棋基本上就是一个盘五五开的棋，而黑棋在最后把握这个战机这个弃子的状态中，应该下的还是比较准确的。最后打劫的时候，白棋应该说是客观说已经不太行了。赢下这盘棋以后，我也如愿以13连胜的成绩夺得了当年的2013年的晚报杯冠军。但相比09年首次夺冠，这次的心情要平静了很多。其实晚报杯对于我来说确实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吧，就是从一个逆境中渐渐的走了出来。其实从现在回想起来，09年、13年冠军都不能算什么，真正的记忆最深刻的还是05年到07年那次想拿冠军拿不到的一个心路历程。棋手就在这样中慢慢的成长的。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谢谢。